有朋友说要我出一期做肉丸子的视频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南北方习惯上可能会有差异，北方人喜欢做一大盘囤冰箱里，我们广东人喜欢新鲜现做，不留隔夜菜。我们先来说下做肉丸子的材料吧。鸡胸一块，虾仁、三文鱼少量，挤下去虾线很简单，同和身之间的位置轻轻掰开，动作要慢，慢慢把虾线扯出来。所有材料切小块备用，剁碎，加入鸡蛋黄搅拌均匀。鸡蛋是用来代替玉米粉起到粘合的作用，一斤肉放一个鸡蛋黄就够了，搓成丸子隔水蒸，蒸好吃不完放冰箱冻起来，做好赶紧给我家大哥试吃下。我家的爱吃蔬菜，所以没有在丸子里加蔬菜，每天给他准备新鲜的蔬菜会更方便。不爱吃蔬菜的可以切碎加到肉丸子里混合一起蒸，加1/3的蔬菜就够了，加太多做出来的丸子容易散。北方的朋友可能水煮丸子会更方便，不然一盘又一盘蒸到什么时候才能蒸完？每次做肉丸子都会准备一堆材料，用不完的怎么处理呢？用不完的肉可以蒸豆腐，还可以蒸肉丸，大盘我的，小盘给小蜜的。用剩的虾仁三文鱼可以炒饭，